两个，菜心一百克，胡萝卜一根。第一步，胡萝卜切丝装碗，芹菜切碎，玉米包粒，香菇泡软后切成粒状，木耳切碎，菜心切断，方便翻炒，鸡蛋充分搅拌打散。第二步，大火热油，八分热时迅速加入鸡蛋液翻炒，捞出后切碎，装盘待用。另外，热油木耳丁、香菇丁爆香，再加入萝卜丝、菜心翻炒，最后加盐调味，装碗。第三步，饺子皮包馅。第四步，大锅加水，放入蒸饺，蒸至20分钟即可。